你们那儿的班吗？我玩的就是真实，必须安排。哎，他怎么溜了？啥东西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丹。粉丝朋友点菜了，让做玉米面疙瘩汤，正好我家有饺子粉，给做一个，回家做去。咋的？你还要抱一会儿啊？我怕你给我甩出去。赶紧下车。抱一抱，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。这是什么曲风啊？你大哥自编的曲风。龙门粉。搁两袋饺子粉。今天骑电动车，婆子我心又喝了。敢喝醉我揍他！你加把给上了。给他削了一回，他就知道了是吧？嗯。再喝就不喝了。这饺子粉啥也不用搁，这矿泉水瓶子扎眼这么吃就行，来回搅。嗯，这样是整多少？嗯，这包面做出那疙瘩汤可好吃了，溜光。嗯，滑溜的，还香呢。赶着吃，赶着搁的。其实这玩意一袋就够了，我蒸多蒸点，蒸两袋。咱家都乐吃。嗯，人多呀。整成这样的小疙瘩就行了，看。嗯，挺好。张丹丹，来过来整了吧。谁家的鸭子不要了吗？锅里倒点油。葱花、花椒面、柿子、蚝油、水、扒的、菠菜。盐、鸡精、香菜，炒的出锅。最后淋点香油。我最爱吃那疙瘩汤了，都是网上看好的。你整的吗？嗯。我吃那至少是三碗。嗯，两碗面，昨天还有呗。溜光了，冰箱的，嗯，还光着呢。就为了看你张老大。你怎么喝的这事儿的？我那喝我大儿媳妇做的，好吃。咋的？我整不好吃啊？你整来这味儿？这味正。少点少，别那啥。我吃吧，吃了都。这两大勺子怎么样？这俩做学问了。你可不用你尝，谁能给你尝这的？看你做学问。这媳妇做这碗大汤比烧烤店的好吃。烧烤店的是啥呀？反正你吃都是天天吃。我们真没看别人吃。吃点大汤就得做吧，就得是美味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别忘了点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